单眼皮瞬间变双眼皮，准备，变魔术，准备警察。单眼皮瞬间变双眼皮，就单眼皮，晚上不会变。我一直有意思，我快疯了。马老师，你动吗？动吗？我从那边往这边站着。啊！来，起步！来，美女，起步！起步！来俩女人啊！我想哭，我怎么办？他都半年没来开始了，我要哭了。没事，可以再变一次。那我们再变一次，先回去。不用，就这样变就可以了。好，你去，我给你录来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来变一个魔术。大家看啊，看我的手势，这手也没有东西，这手也没有东西啊。就是管理没东西。三。这狗屎笑得他妈跟屎一样，笑得跟狗屎一样。好好做个道具。有没有开？你赖皮不跟你玩，没意思。那胜负已定，胜负已定，胜负已定。不管耍不耍赖，我赢没赢？我赢了，我你哪儿赢了？我跟你哪轮赢了？然后咱俩换掰手腕了。那十点步，都赢了。什么？十点步？几轮啊？一局定胜。赢的还是输的？赢了。石头剪刀，你喊啊！不是你喊啊？好，石头剪刀。心机啊！你这个人太有心机了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知道算我赢吗？算你输了，你输了。你就在好输了，行不行？谢谢大家。你就在椅子上，大当中跳个热舞，跳个什么？绕着椅子跳舞，跳舞？对啊，跳热舞。我就会跳钢管舞，但是我是要跟管，你来当管。好了哈，好，下面我为大家表演一段那个钢管舞。我是黄景瑜，他是钢管。我是管。好，我开始了。开始。有音乐吗？来 B-box 开始吧。蹦沙卡拉卡，蹦沙卡拉卡，蹦沙卡。别走，回来我没跳完。别动，别动钢管，别动钢管啊！别动钢管。好，开始了啊！蹦沙卡拉卡。什么芒果？我家动物园，我想说什么大象？大象跟等于芒果，这算吗？算了。好好好，那继续输下一个，输的。输两个人，输两个人。嗯，好。逛。狗带的。狗带。拜拜。你要带我玩啊？我等你们下。那你拍，给我们拍手，在边上拍手。那第一句啥啥词来着？星期天逛三元，什么园？哦，星期天逛三元，什么园？果园，苹果。好子，你呛什么？你不能呛。我不呛。
他不是啊。来，你刚说什么？走错。